台媒报道，甜心教主王心凌近日宣布与绯闻男友蓝蔚文分手，结束了近6年的感情。王心凌去年参加《乘风破浪》第3季人气翻红，不仅推出新单曲，还举办了巡回演唱会。据悉，王心凌和富二代蓝蔚文的感情在2019年曝光，两人当街亲密互动，王心凌给男方整体衣服被拍，导致这一恋情曝光了。蓝蔚文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董事，有着不俗的家世和事业，两个人在一起看起来很般配，网友称是甜心教主嫁入豪门的美好结局。而近日王心凌参加公益活动，不可避免地被问及感情状况，她直截了当地回答，我的感情生活是无糖的，而工作则是全糖。据悉，王心凌和男友蓝蔚文已经分手半年了，二人分手的原因是因为男方花心爱玩，所以王心凌因此决定整理这段感情。从王心凌最近发布的新歌《言不由衷》中能得知，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伤感，描述了全力在感情当中付出却换来对方背叛的画面。现在台媒又曝光了王心凌感情生活受挫，让人无一不想到这首新歌的歌词。有媒体问到了《言不由衷》这首歌的歌词是不是在暗指什么，王心凌则表示近期都是忙碌工作的状态，同时直言自己很好，并且乐观表示已经往前走了。对于分手传闻，王心凌工作室并没有正面回应，只是表示希望大家都关注王心凌的音乐和演艺事业，并表示王心凌目前状态很好，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